有动静。第一魂器，精神探测共享。前方有一只修为在50000年左右的碧海灵人，擅长剧毒攻击，能操纵植物。他的魂环在属性上比较适合公羊木。宇浩，你来主控，冬儿和秋儿配合活捉他。蔡院长，我也。我就是要磨一磨他们之间的团队配合。冬儿，你我左右包抄，夹击他。迅速陷入深度昏迷，大家注意屏气，冰壁系龙骨技能永动之日。第二魂技蝶神之光，小心。第一魂技精神干扰，冬儿，我们后撤。吸收魂环吧。嗯。宇浩，主控魂师应当调动场上的所有同伴。你在战斗的时候考虑过如何安排秋儿吗？对不起，院长，我的确疏忽了。可是也不能都怪宇浩啊，谁都不了解他的能力。再说了，我和宇浩两个人又不是不能解决。哼。是，你和宇浩的组合确实厉害，但你们现在是一个团队，你也是经历过精英大赛磨练的人，难道不明白团队配合的重要性吗？还有你，王秋儿，配合是相互的，在主控魂师无暇顾及你的时候，根据场上局势判断出手时机就是你该做的，但你前半程一直不出手，只是看着伙伴战斗。既然这样，为什么在宇浩指挥躲避的时候你反而选择了攻击？他们两个人能解决的话，我为什么要出手？海神湖上海神园，万年史莱克一张情定石。潇潇，这一天我等了很久，我喜欢。我会对你好。我明白了，我会等你，等你一辈子。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将会用生命来守护你，生生世世。他
天哪，原来我们一直暗恋的王东竟然是女生。看来我们不仅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还少了一个暗恋对象。果然是你，王东，你。你什么你？你这个笨蛋，还好不算太笨。原来从始至终，女神一直都在我身边。我还担心你接受不了真正的我。你就是你，可算认出来了，亏他们一个宿舍这么多年。太好了，终于在一起了。要不是前几天王东来找我们，我们现在也跟宇浩一样蒙在鼓里。这才是一段感情应该有的开始。恭喜惠宇浩和王东啊，得偿所愿，祝愿他们长长久久，一路彩虹。小雅，你现在在哪里？小龙，我们是不是现在去找宇浩问清楚魂灵的情况？人家小情侣刚刚定情，总要让他们热乎热乎。明天早上我们召开一次海神阁会议，大家问个清楚。冬儿，我以后是不是应该这么叫你了？宇浩，对不起，我以前刻意隐瞒了自己的性别。我明白，其实我很庆幸。庆幸？当然庆幸了。如果你是以女儿身进入的学院，那还有我什么事啊？你太漂亮了，一定会有很多男生追求。冬儿，你真的答应我了吗？大笨蛋。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的心意你还没明白吗？谢谢你，冬儿，以后换我守护你。说你没有亲姐姐了，但是我昨天刚回学院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长得跟你几乎一模一样的女生，而且名字叫王秋儿。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我根本没有亲姐姐。这个给你。这不是泰伯给你的锦囊吗？给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二爹说是我爸爸留下的，让我给你。上面有我爸爸的封印，不能直接拆，说要等机缘到了。哎呀，你的房间在旁边，晚安。晚安。还没适应冬儿的新身份。第一次住在海神阁，黄金树的疗愈效果真不错，居然睡过头了，要抓紧时间去修炼。修炼完就去找冬儿。严院长，宇浩，跟我来，海神阁内好多人在等你。等我？玄老专门为你召开海神阁会议。你昨天在海神园大会上展示的魂灵，引起了大家的好奇。王东，
应该叫王东二才对。我们史莱克七怪终于聚齐了，我们等下雨浩，然后一起去见见我们的新堂门。好、啊，嘿嘿。对不起，让众位久等了。雨浩，接下来你可得给大家好好介绍下魂灵。魂灵是独立于魂环、魂骨、武魂之外的一种特殊存在。好可爱啊！她名叫雪女，我的橙色魂环也是由她而来。要说起她的来历，我必须要从头说起，因为事关我自己身上的一些秘密，连穆老也知道的并不完整。什么？在我的精神之海中，原本还有一位老师，名为伊莱克斯。最后，我精神之海中的那位老师燃烧了他最后的神识之火，终于融合了雪地，诞生出了雪女魂灵。没错，就是这样。以我百年岁数，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离奇。无论是那来自另一个位面的强大法师的精神烙印，还是雪女魂灵的诞生，都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魂师认知范围。一万年前，唐门先祖曾经开创了斗罗大陆一个新的时代。我能预见，霍雨浩，你和你的老师又将开创斗罗大陆另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属于魂灵的时代。一定要小心，一旦魂灵的存在传出去，拥有魂灵必定会成为全大陆魂师共同的目标。诸位宿老，我想将魂灵的封印契约咒语赠给学院。雨浩，你要想清楚，你这魂灵的制作方法可是无价之宝，没有学院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而且用亡灵魔法造福众生，也是魂灵创造者伊莱克斯老师的夙愿。我希望学院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或许有一天，我们人类与魂兽之间真能实现长久的和平。我代表海神阁，也代表史莱克学院，接受你的赠予。从现在开始，我以当代海神阁主的身份确立你为隔代海神阁主的继承人。玄老，这怎么行？雨浩，你就别推辞了，将你作为下下一代的海神阁主进行培养，其实是老师还在的时候就定下来的，我们也都一致赞同。小师弟这么有出息，以后我们在学院里岂不是可以横着走？那也是雨浩自己有本事，关你什么事？楠楠说的对，这次雨浩和菜头回归，我们七怪终于可以齐聚，共商唐门未来。你可不要打着雨浩的名义惹是生非啊！我就是开个玩笑嘛，这小子一回来就事业爱情双丰收，真让人羡慕。您回来了。这是娜娜。恩嫂，娜娜，你也取笑我。娜娜，你还是直接叫我们的名字吧。恩公再造之恩，娜娜没齿难忘。您不止超度了我父母的亡灵，更给了娜娜一份全新的生活。娜娜今生今世一定会报答您和唐门的恩德。你现在已经是唐门的一份子，也是我们的朋友，不用那么客气。我希望你能忘记从前的痛苦，收获真正的快乐。好，贝先生，
贝大哥，我出门去验收材料，大家再见。老师他一直对唐门寄予厚望。老师，这两年半时间，你和二师兄在日月学院努力，我们也没闲着，总算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你我皆唐门，生在绝世中。宇浩、菜头，欢迎回家。小梁老师，你要是也在这里，该有多好！我明白大师兄心中的痛苦，他想给你展现的唐门，你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目前唐门分为内堂和外堂，内堂负责宗门管理、传导气制作等，外堂则负责对外交涉、战斗等。唐门未来的发展必定是以魂导器为主的，宇浩和菜头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外堂现在是我在管，托大师兄的福，已经跟学院达成了输送人才的合作。冬儿，你在唐门负责什么？冬儿可厉害了，现在是61级魂帝，战斗小队的先锋呢。魂帝？可是海神原石，你明明是5个魂环。笨呐，我还不是怕你认不出我。昊天宗跟唐门渊源深厚，无论如何，我都要跟大家一起重振唐门。贸易方面是我和萧萧在打理。最近冬儿也经常来帮忙，缠着我要学习经商。宇浩送过来的设计图纸，暂时只有诸葛神弩炮和魂导炮弹投入生产，跟学院还有史莱克城进行交易。诸葛神弩炮威力上和5级定装魂导炮差不多，却能多发，魂力成本也极小，一旦打开外销渠道，恐怕会成为各方势力争抢的对象。我正要跟大家讨论此事，近来有不明势力在史莱克城周围打探。星罗、天魂、斗灵三大帝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我怀疑日月帝国可能会有动作。他们已经敢派人暗杀宇浩了，可见对我们史莱克多有忌惮。所以现在并不是唐门展露锋芒的最佳时机。藏锋敛锐，积攒底牌，这就是唐门现阶段的任务。但是只要我们唐门的实力不断壮大，终有一日会一鸣惊人。冬儿，不好意思，跟大师兄讨论了一下唐门的发展方向，来迟了。冬儿，我们要去哪儿？你说的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王秋儿，我向周老师打听了一下，他竟然考入了内院。走，我们去看看他到底什么来头。同学，麻烦把面纱摘一下。我们负责报到注册的老师有义务真实记录下每一位学生的情况。
发了吗？得罪了，你练得颇有火候。宇浩这套连招真是漂亮。刀夫输了。宇浩，活动结束之后再给你安排住的地方。活动？我回来了。王东，不在。王东怎么会去这种活动？海神园相亲大会正式开打。我是主持人贝贝，废话不多说，第一环节，一见倾心。男学员们尽其所能，摘掉女学员头上斗笠。动手时要维持绅士风度哦。38、39个男同学，怎么没有王东？我先来。这个第一非我莫属，学名置换。得罪了学长，楠楠，我来了。我在哪儿？真是太讨厌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大家都知道我的目标。不是，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环节看似简单，其实难度在于从睁眼面部的女学员中认出自己的心上人。等等，最边上的这个女学员好熟悉。楠楠，我爱你。我摘到了，耶！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小师弟，到你了。三师兄，我是来找王东的。来都来了，你要是走可别怪师兄我翻脸哦。行吧，也罢，正好借此机会展示下魂灵。一个10万年魂环，还有4个从未见过的橙色魂环。摘太多了，回来吧，雪女。5个，小师弟这一招摘下5个女生的斗笠。这魂环配置跟王东一样。感谢学姐们抬爱，雪女是我的魂灵，类似有生命的魂环。感谢宇浩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可爱魂灵展示，接下来是第二环节，二见钟情。每位女生手中有3只千纸鹤，也就是3次投票机会，男学员只需要得到1只千纸鹤就可以留下，否则就会被淘汰，失去下一环节告白的机会。第二环节开始。
快给我投票吧。不要啊，楠楠，我不要被淘汰，我还没向你告白呢。小乔，彩桃，你俩真是我的救星。时间到，看一下这一环节的结果如何。这个扭头的动作怎么这么熟悉？没眼光了，没眼光了。第二环节结束，目前男学员还剩24人，女学员17人。接下来是第三环节。原定三生。本环节游戏规则，每位男生都能选择一位心仪的女生告白，你们将有一刻钟时间展现自我，成功打动女生就能抱得美人归。不过别表现得太过分了，否则被拒绝会视作淘汰。下面请男嘉宾根据我报出的名字顺序依次出场，请各位男学员勇敢告白。孤帆、楚青天、子木，有请下一位和菜头。二师兄，加油！小小，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知道你是一个特殊的女生，而这几年的相处，更是让你占据了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很久，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何师兄，我喜欢我会对你好的。萧萧也很在意他，他到底是谁？恭喜菜头萧萧！小师弟，30，你们要加油！菜头，这话怎么能让女孩先说？让我来给你打个样。下一位。30，又是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就刚才那个人，自以为是。楠楠，楠楠，我也不知道这是第多少次向你表白。以前我以为只要放下面子死缠烂打总会有机会。楠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我知道我曾经给你留下过很不好的印象，甚至对你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我真的非常后悔。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过往，让楠楠学姐这么排斥三师兄？似乎三师玄武血脉觉醒的仪式跟楠楠有关。楠楠，对不起，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什么武魂的觉醒、宗门的荣耀，全部通通滚蛋，我只在乎你。或许今天的答案和以前没什么不同，
但我依旧要去尝试，哪怕还有一丝机会，我也不会放弃。楠楠，能否敞开心扉，给我一道缝隙？我愿用我的余生去守护你，付出我的一切补偿你，包括我的生命。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还没跟我说王东在哪儿呢？明晚海神湖将举行海神园活动，你在那里就能找到他。你绝对想不到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难道那个戴斗笠的是王东？但是王东怎么在女生里面呢？我有几条规矩你要记住，不许在宿舍中光着身子。谁让你睡我床的？你干什么？怎么不敲门？大家都是男人。等你回史莱克学院，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什么姐姐？原来是你一直在女扮男装。宇浩，该你了。宇浩，我是七宝琉璃宗下一任宗主，选我，七宝琉璃宗就永远是你的后盾。还是选我吧，顶天多无趣呀、啊！两位的青睐是宇浩的荣幸，只是我心中早已有了一道不可磨灭的身影。抱歉了，我选那位戴斗笠的女生。为什么？她甚至都没有露出过真容。等一下，我要抢亲。抢亲？那是吗？抢亲环节的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一名男生选中一名女生，又出现其他的竞争者也想表白这名女生，两名男生将进行比试，负者出局，胜者则有一次重新向那名女生表白的机会。霍宇浩、戴华斌，一对一。抢亲开始。白虎金刚变，白虎魔神变，白虎逆魔波。察觉到你是女生，明明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瞬间。我真是无可救药的笨蛋啊，哪怕我聪明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都应该早就发现了。
也是个执着认真的笨蛋，一旦认定，就绝不会再改变我对你的真心。我将会用生命来守护你，生生世世。王东，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愿意。我。